古镇呢，这是这几年在我们庙会非常夯的哦。这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三八鼓的一个表演。上次有看到他们在车上面我们拍一个，就是他们对。气氛呢，让大家在想。
享受这个庙会的嘉年华会哦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淡水清水岩丹前最终属羊，我们夜巡哦，我们夜巡的日子。那明天是日访哦，所以呢，越夜越美丽哦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所有的镇头朋友哦，我在说，其实今天大家在这边会看到呢，你平常呢，可能在比较小型的庙会看不到的民俗镇头。但是呢，在今天呢，大家会看到呢一连串